我们现在搭摩托车的计程车，很紧张哦，很牛。我怕有走一个很远的地方。真的、哦，我一分钟就到了。这个 Grab 它就像 Uber 一样的计程车共享服务，但是只有在东南亚一些国家非常盛行。那 Grab 跟 Uber Taxi 有什么差别呢？塞车的话 ，Grab 最便宜；短程的话 ，Uber 最便宜。但是 Taxi 营运的范围最广，这样可以衡量自己的需求来选择。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，一开始找到自己定位，然后打上你要去的地方，点选确认之后，司机看到的话，他可以载你就会联系你，就这样完成啦。那等一下就是哪里见啊？门口。好，拜拜。好紧张啊！还蛮无聊的，很无聊，很有趣，好不好？然后这摩托车。